朱导口中的正手挑短球之仙人指路来了。首先挑短球要注意肩膀、前臂、手腕、手指放松，充分体会食指撞击球板的感觉。保证食指发力方向与击球方向一致，做到指哪打哪。正手位挑打直线需要肩膀、手腕略微打开，出手瞬间包住球。朱导提醒击球之前找准击球点，在最高点出手，关键出手前找到球板能插入球中下部的位置。朱导最后提醒，一定要注意挑短球不能用蛮力，做到击球有一定爆发力，挑出速度即可。切记此项技术要循序渐进练习，不可操之过急，否则容易走火入魔。